係會即將開始，我哋嘅遊行係會即將開始，多謝大家。下單係咩？好，暫時好。各位，圍城村、圍城、東村、西村嘅街坊，我係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各位立場觀眾大家好，記者咧依家喺葵聯村嘅位置，咁咧喺五分鐘之後咧，呢度就會有一個遊行咧，就係、是、反對咧呢個南葵涌嘅診所咧成為指定診所嘅選址之一。去到南葵診所，表達我哋反對政府將南葵作為接收武漢肺炎懷疑個案嘅專用專科診所，希望各位花啲時間，現在落到嚟圍城。咁依家現場咧，其實已經大概有三四十人到噶啦。咁而區議員啦，包括吳建昇啦、唐浩文以及係梁靜珊咧，就不斷呼籲咧係附近嘅居民咧嚟到參與呢個遊行啊！呢個遊行咧將會喺五分鐘後開始。另外咧，同為葵涌區議員嘅立法會議員咧，尹兆堅亦都係在場。生意學校側邊嘅兄弟，我係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咁咧就其實現場咧已經見到咧就啱啱咧喺集合起點咧係有幾架警車咧喺度戒備嘅，咁咧但係就洗走咗一架，仲有一架喺度。咁而記者咧啱啱係亦都去過診所附近一帶睇過，咁喺診所附近咧其實同樣咧係有警車嘅。咁講一講咧，其實咧喺今個星期咧，關於呢個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轉做指定診所咧，喺葵聯村一帶咧曾經都係舉行過居民大會。咁本身咧就冇乜事嘅，係居民大會咧完咗之後咧，咁警察咧就到處截查，咁啊拘捕咗十個人。最少十個人啦，或就十男兩女跟證啊，咁應該係十二個人啦，最少拘捕咗。咁話咧，佢哋係搜出咗一啲物品啦，仲有一啲反光衣，話就自稱急救員咁樣。唔可以改名啊！咁今日咧見到咧喺南葵涌呢一個普通科門診診所咧，亦都稍後咧會有一個遊行，就繼續反對咧呢一個診所咧成為指定診所嘅選址之一。咁喺葵涌區咧，除咗喺呢個南葵涌普通科門診指定嘅診所之外咧，咁啊同樣咧喺梨木樹咧就五日漁夫人嘅診所咧，同樣都係另一個選址啊。咁現時咧，區議員咧就係仍然咧喺度呼籲咧附近村嘅居民，包括咧葵聯村啦、葵盛東北啦等等嘅居民咧嚟到遊行。想參與嘅街坊，麻煩盡快嚟到葵盛信義學校旁邊嘅空地集合。咁講一講咧，關於指定診所咧，昨日醫管局嘅行政經理咧何婉霞咧就有回應過㗎。咁佢咧就話咧，其實明白市民咧有呢個擔心嘅。咁而局方咧會繼續同區議員咧或者市民等等嘅人咧保持溝通。佢亦都話咧，就呢個指定診所咧會係集中處理一啲咧病徵較輕微嘅武漢肺炎嘅病人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一啲病人咧就唔使長途跋涉去求診咧，就係減低呢個交叉風險嘅感染嘅機會。咁
呢個咧就係醫管局琴日喺記者會中嘅講法。咁依家正發言嘅咧係葵聯嘅吳劍星、曾偉豪、梁定山、黃浩文，以及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我哋今日係發起一個反對談葵收疫症嘅遊行。醫管局已經決定咗會係用南葵中診所成為其中一間分流處理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我哋今日就會係發起一個遊行，行去南葵中，係同政府講，我哋係堅決反對南葵中成為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今日呢個遊行，首先我要提一提大家，喺南葵中診所咧，其實有好幾種唔同嘅服務，包括有胸肺科、母嬰健康以及不同嘅保健中心。大家仲要留意，喺隔離咧，同一個建築群裏面咧，係有一個嘅宿舍，住咗一啲自理能力較低嘅人士，係有好幾百人嘅，無論定位。咁已經到場咧，準備參與遊行嘅居民咧，其實已經超過100人㗎啦，亦都咧有唔少人咧就舉起一啲標語㗎。對嗰度嘅宿舍嚟講，氣氛都會係好大影響。我哋希望大家，我哋嘅遊行，我哋會係一個和理之嘅遊行。呢個亦都點解我哋係申請咗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我哋係有警方。應該講咧，呢個遊行咧，稍後咧就會由葵聯村呢度出發咧，就行去葵盛等等嘅屋村啦，最後咧就去到南葵中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嗰度外面嘅。咁啊，啱啱咧都問過區議員咧，個不反對通知書咧就去到三點鐘，喺呢度最緊有。所以咧，現場就有啲老人家，亦都有啲咧好年輕嘅面孔咧係在場。會經過南葵中診所附近，當已經成為指定診所。當有社區爆發，啟動咗南葵中成為指定診所嘅話，下葵連就大家就見到出入嗰啲人究竟仲係嗰啲人話咧，定係一啲確診所嘅個案？大家如果唔想自己或者屋企人係承受個風險，係更加大機會係接觸到武漢肺炎嘅病人嘅話，或者更加係落嚟信義學校呢度，同我哋一齊去反對到底。我哋係反對南葵收疫症，我哋係反對南葵收疫症。希望大家係盡快落嚟呢度，係參與今次嘅遊行。啊，多謝大家。我先自由喎。係有幾大？係有幾大？肉松。亦都見到咧，就再有警車咧，就會喺路面經過啊！相信咧就係喺度巡視。我哋會即將開始今次嘅遊行。今次遊行咧，由我哋附近幾位嘅區議員啦，葵聯區區議員吳劍星，唔該曬，見到咧，現場依家咧有5位嘅葵涌區議員。葵盛西村區議員梁定山、同埋呢區區議員吳劍星。葵聯合發起，我哋亦都邀請咗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同埋梁耀忠同我哋一齊。不過喺呢度咧，就首先代周偉雄講聲，其實佢都好想同大家一齊去遊行，不過佢而家都係處理緊一啲同疫情有關嘅事務，
喺呢度，我再次代周永年議員呼籲，請各位葵盛東村嘅街坊咧，如果聽到係落緊嚟嘅話，請你哋盡快落到嚟信義學校呢度，同我哋一齊係反對到底。而家在場咧，我哋有幾位嘅區議員同志同埋立法會議員。咁我哋首先請我哋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同大家講啲嘢。咁依家咧就會有議員嘅發言啦，咁稍後咧就會起行啦。我都會重簡噶啦，唔講咁多。點解咧？喺到住嘅都知道發生咩事啊！我想快啲，我哋幾個簡單講個立場，宣示一下咧，我哋有幾個嘅話。咁第一咧，政府喺成個武漢肺炎嘅應對疫症嘅表現咧，我上次都同佢都講咗啦，就真真正正咧係失敗國家垃圾級嘅，完全冇做到最基本嘅一個保護市民同埋令到疫症咧係可以盡快達至放緩嘅程度。唔講太多，相信大家都好足難書都背到啦。喺農曆新年以前，其實已經好多民間政府入面嘅聲音，甚至政黨啊嘅聲音咧，要求政府要封關。你睇個封關通過今日搞到咩大頭突出嚟？所謂強制隔離咧，係強制擺喺你屋企隔離，食為走嘅，冇人管嘅。咁呢啲咁嘅抗疫嘅行為手段，我哋點能夠接受咧？講到買口罩，我琴日先同啲街坊，我好多區議員或者地區團體都係去到放口罩，去到讓我哋嘅居民咧可以得到最基本嘅支援。呢啲唔應該係政府做嘅咩？點解我哋鄰近嘅地區，包括澳門都做得咁好，唯獨是我哋香港林鄭政府係咁垃圾嘅咧？所以我唔講太多呢啲大家唔開心嘅嘢，我哋知㗎啦。但今日佢不特止之前講抗疫嘅行動做到一塌糊塗，做到垃圾級，更加要做出一個咁嘅決定，去到將一個南葵診所變成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我自己係反對嘅。有個好具體嘅原因，第一，正話吳業聲講咗，南葵診所大家知道喺邊度啦，係嘛？就係我哋住嘅對面馬路，如果葵聯村最近嗰座樓望過去，即係冇三十米啊，隔離三十米啦，擺一個咁嘅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喺度，佢係咪傻嘅咧？我都識得啦，嗱，終於聽到我哋一個意見啦，佢迪士尼隔離嘅空地拎嚟做。佢入嚟嘅工作係咪？佢一路都唔做㗎，就係喺社會，你想問一問啲壓迫佢嘅獅子牙膏，終於都做咗啦。咁我都明白，其實呢一類嘅做法就係要令佢唔好近原本已經聚集咗嘅民居啊嘛。點解佢唔可以用同一個行動思維去做事嘅咧？南葵診所仲有一個問題，大家會有留意咧。最近青衣嘅母嬰兒康院咧係停咗服務嘅。知唔知去邊度服務啊？有冇人知啊？就調咗嚟南葵，所有葵青嘅母嬰健康服務已經集中咗喺南葵咯。但政府冇講過，當佢啟動咗個指定中心之後，作為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母嬰健康院服務會點咧？我話俾你聽，冇得點㗎，好大機會係留翻喺度，仲邊有場地啫？如果有，佢唔使 cancel 咗青衣嘅時候擺嚟南葵啦。南葵都講明做武漢肺炎中心。你就係冇位再落啦！一個診所唔係求其揾個位就做保險健康院啊嘛！你諗下，政府係冇用腦做人㗎，林鄭有冇用腦做人㗎？陳肇始有冇用腦做人㗎？咁樣做一個服務喺保險健康院同埋武漢肺炎嘅懷疑個案擺埋一齊去處理，就極之不恰當。我哋有具體解決方案嘅，我哋唔係好似政府咁樣只係反對啫咁，我哋有方案嘅，用同一個套路攞邏輯。區入邊，如果淨係講葵青區，我哋有一笪好偏遠嘅空地，就係葵涌公園，曬咗太陽廿幾年嘅，大家都知道係咪？擺葵涌公園，用翻而家迪士尼空地好做法，嗰啲組合屋嘅技術，砌一個中心出嚟，幾日搞掂？睇到似第一個櫃，一日可以砌50個櫃。咁如果要做一個咁嘅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如果用呢種技術喺葵涌公園，我相信壓力好細啊。附近亦都係冇民居得滯，亦都係比較遠離嘅區域，大家會安心。嗱，呢啲係我哋俾政府建議，佢聽唔聽咧？喺個自己做法，如果逼我哋嘅市民咧去到做一個孤
攻擊民反嘅行動，我希望政府咧自己釋除。咁我講到呢度，交俾你哋釋。看看現場有多少人啊？我跟着請陳俊丹的區議員陳俊丹會打講呢句。大家好，我是陳俊丹的區議員陳俊丹。我們區裏面呢，其實很多長者呢都在賴提中診所那裡執診，而這個的政府呢就說了，如果這個 是一個的指定診所的時候，在個社區大法呢只是得兩天去講這一個的指定診所開啟。但是我們見到第一，這一個的指定診所已經是沒有在區議會那裡做諮詢，我只是收到一張的 A4 紙是用電郵去告訴我有這一個指定診所，很多的街坊並不知情，完全是不知道有這個的南葵中診所做指定診所的情況，很多的街坊仍然都在南葵中診所做執診。剛才都有說過，在青衣去做了個疫區的時候，這些的母嬰健康院一些的小朋友過了來南葵中診所去執診，當中除了在青衣之外，整個葵涌區的母嬰健康院的一些的媽媽和一些的新生嬰兒都是在這裡打針，除此之外裡面也都有個地方肺科去執診。有很多家長都跟我說，就說這個的我胸肺科的執診呢的設施已經是不足夠，為什麼這個南葵中診所可以做一個的指定診所，這一個的指定診所完全是沒有跟我們區議會呢是做一個諮詢，就這樣呢去出了這個政策。現在政府是不是說我們區議員是死的，這一個的街坊很多都是不知道這個情況。我們今天出來遊行去反對這個南葵中診所，我們是不能夠接受政府是完全不諮詢，完全不理我們街坊的選擇，去當這個的指定診所去做這個肺炎的工程，去肺炎的一個的工程的地方。我們有幾個口號，社區大法一個數，社區大法一個數，反對南葵收疫症，反對南葵收疫症，區議員唐漢文。為了令到遊行能夠迅速，我真的長話短說，我講兩三句而已。其實很簡單一個道理，作為一個沒有開發現指定診所也好，或者中心也好，其實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要遠離民居，我想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會反對。但這個南葵中診所是在正葵聯村的斜對面，其實步行的距離只是一分鐘的時間之內，為什麼當局還可以用這個南葵中診所作為指定診所呢？其實我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政府的做事的方法就是不嬲跟翻以前一套的做法，因為這個南葵中診所在以前沙士和豬流感期間都作為一個指定診所去使用的，但是當時葵聯村是還未落成的，到了今時今日葵聯村這麼多人口的情況下，政府都依然要用南葵中診所作為指定診所呢，很明顯就反映了政府當即係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係冇作出過任何嘅檢討，所以都好多謝咁多嘅街坊嚟到呢度咧，同我哋一齊出席今次嘅遊行，去反對呢個南葵中診所成為武漢肺炎指定診所嘅。好，喺正式出發之前咧，首先第一樣咧，我見到對面咧都有啲街坊喺度嘅。大家如果打算是遊行的話呢，請你們都過埋馬路這邊，我請這邊的街坊可能趁前一點留下些空位，對面的街坊都可以過馬路跟我們一起去吃飯。那邊的街坊如果你打算遊行的話呢，我建議大家真的過埋你這邊，過埋你這邊一起吃飯。在這邊的街坊請大家趁前一點留下些空位給他們。另外，呢度咧亦都多謝有幾位葵涌區議員咧，嚟到呢度咧同我咧一齊傾談。包括咗咧係梁國威議員啦，梁國華議員啦，許其祥議員，可唔可以揮下手？許其祥議員去咗去邊 ？OK， 可以叫佢啦。另
蔡雅文議員，係啦。咁今日呢個行動咧，我哋葵青區議員咧都有好多咧係出席，當然咧亦都因為有啲咧其他嘅市區裏面有啲疫情嘅功夫要做啊，所以嚟唔到。喺呢度咧，無論出席與否咧，都多謝佢哋同我哋成個葵青山頭嘅街坊咧係同心，係要反對南葵收疫證。我哋一齊嗌號，反對南葵收疫證。反對南葵收疫證。好，喺最後出發之前咧，再提多次，大家記住咧，喺南葵涌診所個建築群裏面咧，仲有一座係一個宿舍嚟嘅，係一個宿舍嚟嘅，裡面居住緊嘅人士咧，大約有二三百人，啊，連埋職員咧有四五百，啊，嗰度住緊嘅人咧。嗰、那個治理能力咧係較低嘅，啊，希望咧我哋今次嘅反對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因為如果嗰度變咗一個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我哋就好擔心佢哋係更加近嘅，啊，佢哋係更加危險嘅，啊，當然對我哋嘅街坊嚟講都係好危險。好，咁見到咧，係將會起行嘅。不過首先咧，喺起行之前咧，就會區議員啦，同埋立法會議員咧見一見記者。我講少少背景先好嘛，大家再問好嘛。我講翻就話佢簡略版。各位全朋友，今日咧，我哋葵盛山頭呢邊啦，幾條村啦，葵盛村、葵盛東西村啦、葵聯村啦嘅一啲街坊啦，同我哋一班區議員，包括阿吳劍星、阿唐浩文、梁正山、周偉豪，同埋我哋區入邊嘅幾位同事都嚟幫手咧，就係發起一個遊行，就係、是、反對南葵涌診所咧變成呢個處理武漢肺炎嘅指定中心。我哋今次嘅反對咧，並唔係好似林鄭月娥咧成日咁講咧，就話我哋係一種民粹式嘅反對。呢個絕不是嘅，因為我哋今日咧，剛才大家聽到我哋啲街坊或者我哋同事嘅心聲啦。葵聯村對面呢個中心嘅距離咧係二十米，對面馬路就係噶啦。我相信呢個應該係最近民居嘅一個武漢肺炎嘅指定中心，係極不恰當。葵盛山頭呢度，我即係講嗰幾條村咧，加埋周邊地帶超過100,000人口。而呢個咁嘅指定中心原本係有特定嘅服務嘅，包括咧係有日夜間宿舍，有幾萬人喺度居住。亦都咧最近青衣嘅母嬰健康院取消咗，加上佢原本嘅母嬰健康服務咧，兩邊係合埋一齊咧喺南葵涌診所咧呢一度提供服務嘅。試問咁嘅狀態之下，點樣可以將呢個咁嘅南葵涌診所變成一個處理武漢肺炎嘅指定中心呢？呢一個係極之不智嘅行為，亦都係唔恰當嘅，係將我哋嘅市民咧，將我哋地區上嗰個防疫嘅安全咧，擺上台去度搏嘅。咁我覺得唔恰當，同時我哋當然有反建議啊，但政府一都唔聽。咁其中一個可以做嘅方法就係、是、葵涌有一個叫葵涌公園，大家都知道，荒廢咗20年，政府都唔肯開放。咁其實如果用翻最近政府採納我哋講迪士尼用地可以作為隔離用途嘅做法咧，係咪可以積極啲去諗下葵涌公園一個偏遠啲嘅位置，去取代用南葵涌診所作為武漢肺炎嘅指定中心咧，指定診所咧？反而喺葵涌公園去到興建，用咗合谷技術咧，去到興建一個臨時嘅武漢肺炎嘅診所，咁咧又滿足到地區上嘅需要，亦都唔使咧將我哋所有市民嘅安危咧擺喺個風險之上。OK， 有冇其他問題？我唔補充少少先。其實咧喺嗰個建議地點嗰度咧，我哋其實做咗另一個位置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合適嘅。喺區裏面咧有一個叫葵涌公立學校，係一個已經荒廢咗好耐嘅一個舊式嘅平房式嘅學校嚟嘅。佢個位置咧其實係都係遠離民居嘅，係喺葵涌附近，但係都要隔咗一條青山道。咁嗰個位置咧，其實因為都已經好耐冇用，而用嗰度嚟改建做一個嘅臨時嘅診所咧，去應付個武漢肺炎咧，我哋覺得都係合適嘅。而且嗰度咧，因為已經係佔咗土地咧，嗰個問題應該係更加少添。我哋再想強調多一次咧，因為今次呢個武漢肺炎嘅個案，大家都知道，佢有好多咧係喺病發初期咧，其實可能檢測唔到嘅。你如果係根據一啲病徵較輕微嘅咁樣嘅條件，將一啲病人雖然未確診，分流過嚟南葵涌診所，而又冇講到佢係點樣過嚟，
我哋懷疑咧，佢哋都係自行去到南葵涌診所去進行個治療。咁變咗我哋嘅街坊咧，因為好多時都會經過南葵涌診所落去葵芳，佢哋就比較更加大機會咧接觸到呢啲懷疑嘅個案。而我哋好擔心咧，呢度係會有另一次嘅社區爆發。我哋係完全係堅決反對咧南葵涌診所咧係成為武漢肺炎嘅指定診所嘅。我補充一句，葵涌公立學校。大家都知道啦，葵青區咧喺啱啱過去嗰星期咧，係陸續發生咧社區爆發嘅，已經包括青衣嘅長康村，同埋最近發生嘅石梨村。咁我相信葵青區嘅居民有呢個擔心係好合理嘅。事實上，而家呢個肺炎疫症嗰、那個形態係點樣咧？政府都不斷變緊講法。而我哋政府個表現係咁垃圾，喺抗疫上面咧，基本上係毫無措施或者全部係慢十拍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社區係唔能夠為咗政府呢個咁無能嘅行為咧去搏一鋪。咁所以我哋咧亦都好積極地剛才建咗一啲嘅新嘅地點啦，而啲地點亦都係遠離民居嘅。我希望政府真係試下聽下民意啊，即係唔好將一啲高嘅風險擺喺民居之中。我再強調，這個南葵涌診所係喺民居對面嘅20-30尺嘅地方，係完全不合同。入面亦都已經有一啲嘅院舍服務，亦都會有武興健康院嘅服務。咁嘅情況之下，如果要將武漢肺炎嘅治療中心界定喺南葵涌診所嘅話咧，我覺得咧，林鄭係將我哋社區入面嘅健康安全度咗。講咗好耐㗎啦，講咗好耐，我親自同個陳肇始佢哋反映過。過程中其實包括而家迪士尼隔離用地啦，以至用遊輪去隔離啦、渡船等等啦，呢啲建議咧俾過曬政府。甚至我上過政府嘅產業處睇過佢哋嘅空置嘅政府宿舍啊，喺偏遠地帶，例如水塘區域咧，有好多水務署嘅已荒廢嘅宿舍，係不斷招租緊嘅。青州嗰個嘅度假村咧，以前係做戒毒所嘅，呢幾年都係空置緊嘅，一路招租緊嘅喺網上。點解政府唔研發呢一啲嘅地方作為隔離營呢？就算喺地區要做呢個應對嘅診所，係咪可以揾一啲恰當嘅位置，而唔係好似擺到71咁樣，間間又喺你屋企阻緊咧咁樣？咁呢個舉措咧，好明顯政府係好忽視，亦都係冇經大腦。葵涌公園作為一個臨時嘅選址，同埋葵涌公立學校兩者，我哋都諮詢過，咁但係至今係未有回應啦。咁我希望佢可以聽到唔同嘅地區聲音，大家留意過去嗰幾日，其實各區都有地區嘅反彈，有唔少地區其實都有反建議嘅，都唔係淨係話反對你擺喺度啊咁樣，而係希望你擺喺個適當嘅位置。其實大家講緊，咁我希望政府聽聽民意，唔好成日有種鬥氣嘅心態。總之你講出嚟，人哋話唔同意，你就覺得佢係對著幹，因住咧你就要繼續對著幹，就完全唔聽民意。我覺得咁樣去做施政咧，只會累死香港。OK， 唔該曬，唔該曬。咁遊行咧準備開始㗎啦，啱啱咧喺立法會議員啦，尹兆堅以及咧係葵聯嘅區議員咧吳劍星咧就都同記者有個接受訪問。咁啱啱咧都有講咧，就其實尹兆堅都提出咗一啲反建議啊。咁咧佢就話其實政府係可以考慮喺葵涌公園上面咧起一啲臨時嘅屋。咁啊，相信都唔會好費事啊。又提出咗咧，或者係咧，其實係政府有一啲咧空置嘅。宿舍咧，其實係正在招租啊，都可以考慮佢一啲偏遠嘅地方咧，係上去咧做一個檢疫指定診所啦，或者係其他咧有關疫情嘅隔離設施。咁啊，見到遊行咧，即將要開始噶啦。依家咧都非常多人嘅，咁啊，全部人咧都企喺行人路上面。有冇啲街坊可以上一上嚟？同埋後排嗰啲街坊啊，各位都入面嘅手足啊，伸上前少少啦，我哋準備開動啦，準備開動。咁你而家擺好前面個陣咧，就開始噶啦。啊，喺後面嗰啲可以上嚟，上前少少，上前少少，保持
唔好到時一開部俾人見到我哋烏骨橋橫架咧，嗰十個人行緊啊嘛。我哋個區係好龐大嘅聲音反對嘅，所以大家行前少少。咁啊，幫手開前線拉住條橫幅，好嘛？咁我交個麥俾阿連建升。好啦，我哋今日個遊行咧會出發噶啦。我哋一路嗌住口號一路行啦。反對藍葵收疫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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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無能。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反對藍葵收疫症，反對藍葵收疫症，反對藍葵收疫症！政府無能，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政府無能，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反對藍葵收疫症，反對藍葵收疫症，反對藍葵收疫症。各位葵聯村、葵盛東村、葵盛西村的街坊，請大家嚟參與今次我哋呢一個。我哋请大家一齐反对今次呢一个嘅我哋开会唔同指令就呢种政府讲话一旦有社区办咁啊，见到咧现时游行队伍咧系会由葵联咧行过去葵盛嘅位置，咁稍后咧就会落翻去。山下面少少的位置去到指定场所附近范围。咁啊，记者咧行去一个阔啲嘅地方度影。好耐咯喎！去到仍然有很多人咧係未出發嘅，咁啊超過2,300米。你都見到咧，旁邊咧就再有警車咧係不斷前來。
度巡逻。300人喺現場啦，咁亦都咧見到前方咧就有啱啱巡邏嘅一啲警車咧停咗喺度啊，咁我哋咧行前啲睇一睇。防暴警员咧系落咗地，咁但系咧就系同游行队伍咧系冇任何接触嘅，喺一个葵盛村嘅转角位啊！啊，我伸近少少俾大家睇一睇。咁同游行队伍咧就距离150米到。害死港人！咁見到咧，依家咧就係葵盛嘅其中一名區議員啦，梁正山咧就發言啦。咁話咧，其實咧呢一個指定診所嘅選址咧，政府咧係從來冇諮詢過區議會。政府完全是没有和我们一些的区议员去做咨询，只是好像在个地图上去得手指这个有一个诊所，好啦，那我们呢就将这个呢去做这个的指定诊所，但是是没有这个我们一些的区议员。南葵涌的
本來個門診診所咧就其實係喺下面嘅，不過依家咧就有啲樹遮住咗，所以影唔到。希望佢嗰個嘅政府同埋醫管局咧，大家咧可以理解為依家其實身處嘅位置咧，即係遊行上面嘅位置咧，其實就喺山高比較高嘅位置，咁連接兩個地方咧就係透過一啲樓梯同埋電梯噶。咁咧喺普通科門診診所咧再落咧就去到葵芳站附近啦，葵涌廣場等等。咁咧，記者咧行過去葵盛西村嘅位置咧，因為咧其實就見到咧有班警員咧就啱啱落咗警車，落咗地，咁所以咧都有大批嘅記者咧已經喺嗰度睇住個情況噶。唔知喎。隊伍嘅原定遊行路線咧，就係會由啱啱記者身處嘅葵聯村啦，行到嚟咧葵盛西村等等嘅位置，再落翻去啦下面指定診所附近位置。嗱，見到遊行隊伍咧，即將行到去咧警方咧等候緊嘅位置啊，咁亦都有個女警咧拎住大聲公，應該咧就係準備發開麥講嘢。現場咧呢度係葵盛西村位置啊，同埋呢個御海灣啦，御海灣咧亦都同樣係一個咧比較近診所嘅一個私人住宅。政府無能，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兩句，咦？兩句兩句答，係結聲。你好，我係葵涌分區嘅指揮官。我知道咧，你今日有個不反對通知書，我已經俾咗你哋噶啦。你係往常冇錯，但我有兩句説話咧，我同時想提一提你，因為我見到嗰個集會遊行嘅組成，我唔係警告，係一個建議，係一個提示。好啦，咧佢哋可以阻你哋一陣嚇，跟住你就可以繼續噶啦。OK， 可以。喺葵聯路參與遊行嘅人士，以及今次公眾遊行嘅召集人，請你哋留意，以下是警方對你哋嘅提醒同埋呼籲。根據香港條例第245章公安條例，你哋今次嘅公眾遊行係必須要依照不反對通知書上面所列明嘅時間、日期、人數、地點、器材以及附加條件上裏面嘅規定所進行嘅。而你身為今次公眾遊行的組織人，你是必須採取應有的責任，去提醒今次公眾遊行的人士，去注意我們這一次的秩序。而在座參與這個遊行的人士，你們絕對有權去進行這個和平的遊行，但是如果我們警方一旦在發現遊行的路線或者附近的範圍有暴力的事情或者犯法的事情正在進行，而且牽涉到破壞到社會的安寧，我們警方是會一定會以這條法律第17條賦予我們的權力去停止這一次的遊行。而我再重複，這次公眾遊行的召集人吳先生，你必須要清楚明白你自己的身份，而有責任去呼籲和去提醒 在座參與這一次遊行的人士去保持秩序。唔該曬，鄧阿 Sir 啊，阿 Sir， 點解鄧咧要講一次嘅？依啲我哋知嘅喎。我想同申請嘅時候講咗啦，想同大家講一次。我知咁，你到最後大家買嘢啊，大家公眾人士咧都有資訊講嘅。因為咧，嗱你其實阿 Madam 都係警告佢啫嘛。唔係警告，唔係警告，唔係警告。佢知嘅喺度，佢申請啊嘛，佢揾你攞 note， 你俾咗佢啊嘛，依啲 warning 佢知嘅。唔係 warning。再講一次，呢個責任佢知啦，我咁講，呢個責任同埋提示咧，我想同大家講先，只得個資訊，我覺得你出嚟又話你嘢咁，請問係咪威嚇啊？威嘢啊？啊！點解會打斷遊行啊？你打斷遊行啊？個反對，咁啊見到咧，啱啱咧有警員咧就開麥，咁啊就話係提醒啦，就講翻咧就反對啦，不反對通知書嘅申請人咧，區議員吳劍星講，咁啊要注意咧一啲喺遊行期間嘅事項。
咁尹兆堅咧就提問，點解無啦啦咧就會喺個遊行期間講呢啲嘢？反對行為收疫症。而警方咧就都冇解釋點解無啦啦會咁講嘅，咁但係亦都有話咧就希望咧係同公眾人士講。政府無能，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反對南投收疫症。所以亦都咧見到有一批嘅防暴警員咧就係害死港人，喺遠方呢度咧就位置咧就係戒備噶。就如常跟住遊行路線啦，跟住隊頭咧係繼續行嘅。啊，講講啱啱個情況咧，就係、是本身咧，其實喺遊行期間咧，已經不斷有警車咧到巡邏。咁其中咧就有警車咧喺葵盛西村嘅對出咧度停咗，亦都有一堆嘅防暴咧就落咗地。咁一名葵涌警區嘅王 Sir 咧就截停咗遊行隊伍，咁啊話咧要同呢、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嘅申請人啦，許廣嘅召集人啦，即係區議員吳劍星咧，要講啲嘢，咁就話咧唔係警告，不過咧就要再講多次，咁啊講解咗啲咧不反對通知書批出下嘅申請人要遵守嘅條件啦，咁啊同不反對通知書上面嘅咧，同埋法例上面嘅咧係一樣嘅，咁而區議員啦，同樣為葵涌嘅葵涌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就批評，點解無啦啦咁樣講啲其實大家都知嘅嘢咧咁樣？咁嗰時候咧就冇解釋到嘅，不過咧佢話咧同樣係想同咧就公眾人士講。死全家！死全家！死全家！咁亦都咧開始咧，有人叫一啲啊鬧啲警員死黑警嘅一啲口號啦。咁咧依家見到咧遊行隊伍咧入咗去葵盛西村噶啦，咁亦都有啲人咧係喺上面嘅樓層咧喺度望落嚟嘅喎。是在这个反对指定诊所的游行期间，大家都是会仍然嗌，部分人仍然会嗌一些反修例运动中的口号。现在就游行记者身处位置接近队尾，稍后记者就会走上前。
係冇人嘅，警車入邊冇人嘅，除咗個車長之外。咁啊，似乎啱啱咧係有啲遊行隊伍嘅人咧係同巴士站嗰個人咧對罵，但唔知道原因啊。咁記者就聽到一句咧，叫佢戴翻口罩。咁唔知道本身之前有冇一啲爭執？有些人就說大家繼續行啊，跟翻大隊咁樣。咁啊，你繼續喺度行啊，冇咩事嘅。咁但係咧，亦都見到有些咧本身遊行緊嘅人嚟到呢度睇下個情況。村嘅巴士總站咧，咁啱啱咧就應該有啲爭執。咁亦都咧有人咧就向住咧喺警車內咧唯一一個嘅車長咧就舉一啲紙牌。警車上面咧就有一名警員嘅，唔睇住架車負責。咁啊，現場嘅區議員啦，同埋斗策咧就不斷叫大家咧跟翻個遊行隊伍行，繼續行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啱啱嘅嗰批防暴警員啦，即係喺葵盛西村對出咧，就戒備嘅警員咧，就行翻過嚟巴士總站位置。咁講翻啱啱情況咧，喺呢個巴士總站入邊咧，就見到有啲遊行隊伍嘅人咧，就指罵一名咧喺巴士站等緊車嘅人，咁就話佢冇戴口罩。記者咧淨係聽到呢一句，咁另外咧就有人咧曾經喺警車旁咧就舉一啲遊行用嘅紙牌。咁我哋咧就繼續跟住遊行隊伍。咁呢個遊行咧係會行過幾條咧就係葵聯附近嘅屋村，然後咧就會行落翻去咧南葵涌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那裡。好，那記者呢繼續向前行。落翻斜咧，就會去到葵盛圍嗰條街嗰度啊！咁啊，嗰個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所咧，就喺條街度嘅葵盛圍嗰度嘅。
反對南派三億政策。見到大家咧就喺度落車，咁啊去緊葵盛圍嗰度咧就係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嘅位置。葵涌公園有冇嚟？葵涌公園有冇嚟？好好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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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葵盛圍嗰條路噶啦，咁而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咧，就其實喺葵盛圍嗰條街嗰度。Thank you.
南葵收疫症，反对南葵收疫症，政府无能，政府无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政府无能，政府无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反对南葵收疫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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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亦都見到咧有一格嘅交通警車咧，就開咪咁啊，要求咧遊行嘅隊伍咧行翻上行人路。咁啊，有人咧指罵嗰啲警員。反對南葵收容所和指定診所的大遊行。咁見到咧，後方嘅人咧都已經係上翻行人路噶啦，咁啊前面就需要啲時間嘅。去做咗呢個南葵沖診所。咁啊喺前方仍然有啲人咧就企喺馬路上。我哋聯同葵盛圍嘅街坊去作出反對，呼籲街坊咧係可以落嚟去參與我哋一個嘅大遊行，堅決反對南葵沖診所去設施無安全。唔該，請盡量行上行人路。政府的指定診所咧，係負責咧，係去士多啤梨。成為咧一啲係武漢肺炎咧嘅一啲比較輕微病徵嘅一啲病者嘅一間診所啊。咁啊，現時見到咧，居民就由葵盛西村咧山上面就行咗落嚟葵盛圍。
葵盛圍咧就係喺嗰間蘭葵涌嘅診所嘅嗰條街啊。咁亦都見到咧有交通警咧係在場要求咧遊行人士行翻上去行人路上面繼續遊行。幾名葵涌區議會嘅區議員，包括吳劍星啦、唐浩文啦、梁正山啦、尹兆堅，咁咧佢哋就比較近咧，就係嗰間診所嘅選址啊。另外咧，仲有梁錦威等等嘅其他區議員咧都有嚟到。咁區議員咧就話咧就不滿咧，其實成個過程咧喺決唔決定啦呢間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咧成為指定診所之前咧，其實政府係從來都冇諮詢過區議員，亦都講咧喺診所附近咧，其實係有一啲俾傷殘人士嘅一啲宿舍，亦都咧係有母嬰健康院，亦都咧有一個心肺科嘅診所。咁啊，我哋咧依家咧跟住遊行隊伍咧，由葵盛西村咧就將要行到去診所位置噶啦。咁喺去到診所之前咧，其實有幾間學校嘅。過咗呢幾間學校之後咧，就係普通科門診診所嘅所在地。亦都見到咧喺診所。診所外咧係有警車，有警車戒備嘅。不時都需要是可能要求啲人企翻上去行人路上面就需要啲時間，咁造成咗一啲交通有啲擠塞。麻煩咧，傳一傳去後面，我要揾幾張相出嚟，喺一個紅白藍黨裏面嘅，麻煩睇睇嗰幾張相去咗邊度？揀幾張相啊？幫手傳一傳去後面。講咧，佢今個禮拜咧，其實喺廉政署一帶咧，都曾經舉行嗰個居民大會咧，就係講討論呢件事嘅。啊，麻煩大家傳一傳去後面，我哋而家裝執緊幾張相嘅啊。如果揾到嗰幾張相嘅話咧，請傳嚟舉頭，多謝大家。腳架比較重，咁啊記者繼續跟住隊頭啊，咁啊隊頭咧行過咗一間學校噶啦，過埋咧順德聯誼總會嘅李兆基中學之後咧，其實咧就好近嗰間賽馬會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噶啦。咁啊呢個遊行咧，其實就係反對呢一個南葵涌的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是成为指定诊所之一，但是呢除了在喊一些跟疫症有关和指定诊所有关的口号之外，其实呢大家都是会喊一些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等的口号，亦都会喊恭贺香港时代革命。
对比无人，我系比港人，政府无人，我系比港人。反提收益税，反大量提收益税，政府无能，政府无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反对难提收益税，反对难提收益税，政府无能，政府无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今日咧，我哋系有提四位嘅议员咧，包括系叶星、唐浩文。第三個是立法會的選舉議員，但是這個的陳政維的大遊主要是反對南韓操診所去收貨的事情。他說呢，其實遊行隊伍即將走到去診所位置，咁啊最近診所的一棟屋呢就是葵日樓啦。咁而啱啱呢區議員所講的講法，其實他們就說個步程呢是一分鐘之內20米左右。在診所旁邊呢，這個呢就是一個殘疾人士的院舍，都呢是剛剛區議員所說呢，就是在診所旁邊的一個長期會人住的地方。其實在診所範圍是有一個學生健康中心，但是其實已經停了服務了。另外就有南葵涌的母嬰所，根據區議員的說法就說是仍然運作的，而且就是多了人來，因為就因為青衣的情況，青衣的一些媽媽和她們的 BB 都是來了南葵涌這裡打針等等的。所以我哋系反对南葵收疫症。咁而警车咧就比较远嘅位置。反对南葵收疫症。本来咧喺记者身处嘅呢个位嘅对面咧都有警车停泊嘅。咁咧，我哋繼續跟住遊行隊伍。我哋已經影咧喺前方嘅診所。咁其實咧喺呢一度咧嘅兩旁，亦都係掛咗啲綠色嘅 banner 噶啦。咁亦都同時咧，就係反對緊呢一個指定門診嘅診所咧，變成指定診所。政府無能，害死港人，害死港人，政府無能。你知更新啲喎。害死港人。咁同樣咧，今日咧就冇開嘅。睇一睇咧，其實喺普通科門診診所咧，就係鏡頭嘅右邊，而旁邊咧就係呢一個。公費科的診所亂的亂的等下那裡是會解散，那我們剛才通執的照片我們將會是黏在地下那裡，大家如果肯定是做到事的就千萬不要看他們了，好嗎？你覺得這社會人士是幫了香港人的話，就千祈就唔好睇佢哋。嗱，依家遊行隊頭吳劍星咧就話咧，遊行咧係即將解散，亦都咧會黐咧幾名官員嘅頭咧喺地下。咁我哋咧過去睇一睇。望到咧有一架嘅衝鋒車咧喺葵盛圍呢度咧停泊咗，亦都開咗閃燈。
我哋會停喺度啊！而家可以喺你嗰附近做咩？我擺邊，我哋會擺邊。咁咧，遊行隊伍咧行到記者身處嘅位置葵一樓咧，就將會咧係完成佢哋嘅遊行。呢度咧，我哋呢度咧，好，你直翻停喺前面。好，大家稍停一陣，我哋少少放置時間。哇！死啦！好，大家可以過嚟呢邊啊！反對南葵收月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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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哋四大上市。我可以啊，我去。大家可以行入去啦，大家可以行入去啦，大家可以行入去呢度啊，可以行入去啦，行啦，可以行入去啦。咁佢講咧，啱啱嘅遊行咧就由葵園村啦，行到去葵盛西村啦，再沿斜路咧行到嚟葵盛圍呢度。喺聯日樓呢度咧就停噶啦，將係要完成。咁葵日樓咧就係、是、最近呢間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嘅。反對南葵收人居所啦。依家咧就見到咧市民係可以唔可以要停過啲？要停過啲啲，係啊。冇咁多人，我睇有一張相片。我哋影緊相啊，因為聽講嘅。好無奈。咁啊，將食翻啦，以及咧就係將幾名官員嘅相片咧黐咗喺地下。好，大家啦，經過咗南葵涌診所之後咧，就嚟到呢個位置度，係啦。喂，各位街坊啊，跟住話行完行動嗰啲咧，我哋大家見到我哋幾百友啊嘛。不要散曬出嚟先，我哋做一個或者幫手做一樣嘢俾大家泄下憤嘅。我哋行埋嚟先好唔好？等我哋嘅陣容咧，唔好俾人見到咧。你見到琴日三區八個區區都幾百人噶嘛？我哋明明咁多人啊，唔好夾散埋嚟。咁我哋一間有個簡單嘅儀式嘅。嗱，南葵診所對面啦，嗱，始作俑者咧，搞到香港今次疫情咁差咧，有部分人咧企咗喺馬路上面。我哋而家擺咗四個罪人咧喺我哋橫額頭。咁一陣間咧，阿吳劍星、梁靜山幾個議員咧，會幫手咧，帶埋啲街坊喺佢哋上面踐踏佢哋，好唔好啊？因為佢哋踐踏咗我哋市民好耐噶啦，呢單嘢咧，連抗疫都搞成咁，即係冇政治噶嘛，抗疫係咪？細鬼唔認人噶，病毒唔認人噶，佢都做到一塌糊塗，都要有政治元素，都要顧全大陸，唔顧全大局係咪啊？所以我哋揾啲代表好唔好？街坊吳劍星，你幾個啊帶頭啊？揾啲街坊出嚟幫手喎，有興趣埋嚟踩下佢啦，嚟泄下憤啦，咩口水又好乜都好啊，你中意啊，好唔好？請一批街坊嚟到咧發泄啦。打後啲啊，我哋。好，我哋都幫住鏡頭，嗰次後邊啦，黃家野狗。後啲啊嘛。吳劍星，係輪住你。後啲啊。再換一個再行，嗰邊下一個。後啲啊嘛。等啦等啦，系啦，我都代表出嚟泄下憤。等香港市民見到我哋對於嗰啲四個狗官係咁不滿嘅對，喂啊，是林鄭，同我招呼好多啲啊你。好，到時就俾下一個啦，唔好蝕㗎啦。喂，大家都輪住等我嘅，好嬲啊！吳劍星、黃浩文、梁靜山，你哋都做代表啦，出出嚟啦，一次過擺個陣先，預備而家，幾個打陣，預備而家，網網嗰邊先啊，預備，一齊望住嗰邊啊，先，望住，好，一、二、三，打住啦，要等落去啦，好，好得嚟，好多陣，好多陣，好多陣，有冇街坊上嚟幫手啊？喂，我遮住個樣俾佢知道，你知道係嘛？好。
都未嗱，家方等緊上嚟啦。OK 未各位？應該要保障我哋。係啊，咁。好到，好啊，下一轉，唔該。第一隻上嚟嘅興趣動馬女嘅，見到有個流沙氣啊，一隻狗仔上前，幫我搞幫手，唔該。大家如果覺得他們幫了香港人呢，就不要過來踩了，行不行？所以大家如果好嗎，大家有沒有看到狗狗的反應？他看到林鄭本來想去屙屎的，但後來都縮了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多恐怖。那有沒有其他，那時候有沒有街坊上來真的有隻狗的反應是這樣，有沒有人想扔一下，喜歡就扔幾腳。看到有個小朋友都要上次，好上我車吧。那我們就看一看，是好，第一題不要開遮陣，不要的話我們在這裡宣布了，我們今天的遊行正式在這裡結束了。現在遊行宣布解散了，我們看一看停牌道的警車情況。如果我們一旦宣布解散的話，看到咧，依家咧系多咗几架警车嘅警员咧系嚟到，亦都有部分警员咧就已经落咗地面。咁啊，有在场嘅市民提醒咧，就小心大围捕。咁再讲多次啦，啱啱咧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嘅区议员咧，唔见得就宣布游行解散。現時遊行宣布了解散㗎啦，咁咧亦都尹兆堅提醒，叫大家咧就唔好留喺度啦，因為咧喺上一次咧劉葵涌呢一度咧就有個居民大會完咗之後咧，就有一班比較年輕嘅人咧係被捕㗎，咁啊被控非法集結。記者會繼續留在
葵盛圍呢條街嘅現場體育嘅情況。彼得。見到咧，仍然有唔少人咧，就未離開嘅。我亦都望到咧，剛才嘅一批警員啦，喺上面咧，葵盛西村隊出嘅一班警員咧，亦都落到嚟葵盛圍呢一度。咁講一講咧，今日嘅遊行咧，記者所見咧就超過300人嘅。咁啊，由葵聯村開始行，咁啊兜咗幾條村，行到葵盛西村咧，再落車咧嚟到葵盛圍呢度。喂，呢下勁喎，有武漢肺炎過嚟。咁咧，記者身處嘅位置咧，其實就比較近咧南葵涌嘅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咁啊，亦都咧就係嗰度就係其中一間咧就指定診所嘅選址。最少咧喺葵盛圍呢度咧有最少4架警車。睇翻咧就喺遊行嗰邊咧，就其實咧有大都唔少嘅人咧係未離開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喺度指罵一啲落咗地嘅警員。想講講咧，啱啱咧，遊行嘅主辦方已經係宣布遊行解散，亦都咧揾小編就叫大家快啲走，咁無謂啲黑曬欄啦。佢嘅講法係，咁呢個葵盛圍嘅位置咧就近指定診所嘅。咁啊～有批警員咧就落咗地，咁啊亦都攞咗啲裝備啦，咁但係咧就未見到佢哋有任何警告等等嘅，暫時未見到任何警告。見到咧有啲居民咧比較近警車附近咧就都喺度旁觀嘅，咁啊未知咧佢哋係遊行嘅人咧定經過嘅人咧喺度駐足咁樣。咁但係咧見到有批防暴警員咧就開始上前啦，咁啊部分咧戴咗一啲外科口罩。嗱，見到
一批嘅防暴警员咧就企喺上警车前面噶啦。見到咧係攞咗支黃旗出嚟啊，咁啊冇舉到，冇舉到。咁啊，一批警員咧就企咗上去警車嘅前方。向葵盛西村係解散，係啦。好，各位遊行人士，啊，之後咧向西村嘅方向咧係解散，唔該曬大家。咁望過去咧，葵一樓、聯日樓嗰邊咧，就仍然有人聚集。我係今次遊行嘅發起人吳劍星，係啦。我建議大家咧都上翻行人路，係向葵盛西村嘅方向離開。嘅街坊啊，你可以咧啊排翻去聯日聯月。唔緊要，唔緊要。各位遊行人士，請留意。但係見到咧，警方再次攞咗支黃旗出嚟㗎啦。上翻行人路，係向住葵盛西村嘅方向咧，係離開紅磡站。哇！我以為真係我驚錯啦。咁啊，攞出嚟整理嘅咧。請大家向葵盛西。你要我企低過我哋啊！你唔係幫我哋啊！你哋要企埋我哋嗰邊啊！見到咧喺聯日聯月樓咧，就其實都旁邊有幾多人圍觀。葵盛西村嘅街坊嚟嘅，咁喺度咧，亦都已經清理咗，你哋上翻嚟啦。咁我見到你哋全副武裝咧，喺度向你哋講解一下，叫咧你哋誤會咗形勢。呢一班係住喺呢個區嘅市民，呢一班係住喺呢個區嘅市民，希望警方咧維持指揮官。判斷準確啲形勢啊！如果你有需要嘅，隨時埋嚟講先。我係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我係本區嘅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喂，唔係掩飾，停一停。我係本區嘅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如果指揮官在場嘅，方便嘅埋嚟聽一聽。在場嘅有部分係剛才遊行完成咗喺度住未翻屋企嘅市民。經已上翻行路啦，希望咧見到你全副武裝落咗嚟，我擔心你哋又誤判形勢。在場應該係有指揮官嘅，方唔方便埋嚟同我傾一傾？唔該。咁啊，見到尹兆堅咧，係希望咧同在場嘅指揮官咧係傾一傾。咁啊，相信指揮官就啱啱嗰位王 Sir 啊。佢哋，你就見到完咗禮拜日，我見到你班。阿監視冇嘢做，如果佢哋走路冇揾任何上翻大路已經，我哋全部喺度 stand by， 就係咁咯。佢係街坊嚟噶嘛，佢 stand by 啦，可以行啦。呢個係我哋嘅自己部署。如果我講咗我意見啊，我亦都講咗俾你聽。我剛才已經講咗，因為我亦都講咗俾你聽，我安排。明白，明白，但係因為咁，你幫我轉達翻俾佢聽。如果佢哋街坊冇任何違法、冇暴力事件，我哋警方唔會有任何行動，得唔得？就係咁清楚。我講得好清楚嘅。OK， 唔該。你聽一聽我講一句得唔得？你講一輪，你唔係講完啦咩？我唔係咯，而家但係我未講完。好，我希望你克制，因為我正話已經問過啲全委嘅街坊。你唔需要同我講克制，警方嘅行動有我哋嘅安排。我淨係話俾你聽，我哋警方嘅要求就係咁簡單，冇任何暴力，冇任何違規嘅事件，警方係唔會有任何行動。你俾我講句得唔得 ？OK， 你啱啱話俾我講，我講咗一半，你講兩次，你都未聽過我講嘅成分。因為我見到你哋成班警察已經封咗條路，似乎咧
係可能有行動啦，我唔知有冇啦。咁剛才你講咗你唔會啦，咁我哋解釋咗呢一班人係個居民嚟嘅，第一俾咗資訊你，第二佢哋經已全部上翻行人路。如果遊行完咗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自己判斷你應該做啲咩啦？好啊，唔該曬。OK， 唔該你。唔該唔該，點樣叫佢哋？應該有三樓位啦，好唔好？呢度十多人。我見到咧，靚夢小堅咧就陳志同李輝官講，參與方才遊行，又或者路過喺度住嘅街坊，我都講多次。嗱，我正話咧，你見到我好合理、友善地提醒咗在場嘅警務人員嘅指揮官啦，咁佢都講翻佢意見啦嚇。咁好簡單啊，我要重申一次，我哋呢班人係剛才參與遊行，而遊行完咗，咁我哋咧喺我哋自己家居附近嘅呢啲公園、康樂設施或者自己屋企樓下附近咧，都係聚集。而咧，我哋要睇嘅咁多警務人員喺度啊，我都好好奇，所以我都行埋去睇咗一次。咁阿 Sir 就話咧，當時嗰位警官咧，指揮官就話佢哋唔係有咩行動，不過佢喺度咧聽大睇睇啫咁樣。咁咧好簡單啦，個狀態就係咁樣，好唔好？嗱，我哋希望大家明白。克制啦！今日嗰個遊行咧，我哋就完結咗。我亦都希望警方都係保持同一個態度去處理今日事件，好唔好 ？OK 啦，有重申咗幾樣嘢。嗱，我亦都代呢班街坊講，佢哋喺度住嘅，得唔得？大家同意係咪？我哋喺度住嘅，我哋喺屋企樓下啫，企咗喺行人路。你最多話我睇熱鬧，係咁多，好唔好？唔該曬。咩事啊？警察發生咩事啊？咁見到咧部分嘅街坊啦，咁啊望到一批咧就係遊行員嘅，咁啊鏡頭影緊呢一批咧就唔肯定係全部都係遊行員啦，定係咧就有啲普通街坊度誒圍觀咁樣，咁但係咧就都未見到有散去嘅跡象啊。咁而啱啱咧尹兆堅亦都就講咧就提醒啦，咁啊同指揮官傾過嘅講過啦，咁啊指揮官就話咧，如果冇任何違法嘅事、暴力嘅事咧，咁佢哋係唔會有任何行動，咁會喺度 stand by only。咁啊，見到咧，警員仍然喺度，市民仍然喺度，兩批咧，兩邊人咧都未見到咧係有散去嘅跡象。講講咧，記者而家身處嘅位置咧係葵聯圍，真正葵盛圍啦，咁啊喺聯日樓對出，咁聯日樓咧就比較近咧嗰間南葵涌嘅葵茂會普通科門診診所。咁見到咧，現時一批嘅警員咧就落咗車，喺地面咧戒備。咁亦都見到咧，就部分遊行嘅市民啦，以及呢一啲街坊咧，就冇散去嘅跡象。
有啲街坊咧就喺行人路上面咧就鬧啲警員嘅。上翻警車嘅，但係咧見到喺佢身後嘅一批防暴警員咧，就陸續上翻警車。咁繼續咧喺度商討緊嘅，見到啲警員。咁見到咧喺聯日樓同聯月樓對出咧，仍然有市民留喺度噶嘛。見到一班咧比較中年嘅市民咧，都喺度鬧啲警員。你明白係定冇用噶？咁講到現場情況，暫時未有任何行動啦，警方亦都係冇作出過任何警告噶。咁啊，啱啱咧立法會議員啦，以及咧就係葵涌嘅區議員啦。尹兆堅咧，咁就話傾過嘅，同指揮官咁啊，話只要咧，其實如果係冇任何堵路同埋違法行為咧，係警方唔會有任何行動。這個咧係指揮官嘅講法。咁亦都咧見到現時咧，只係有一兩個人咧，可能係企喺馬路上面，其餘嘅人咧都係企喺行人路，包括記者啦，咁啊企喺兩旁。仲有最少四架嘅警車咧，仍然喺葵盛圍呢一條路上面。咁啊，再有警車駛走啦。現時剩下三架的衝鋒車，你的口罩醫護人員啊，太多口罩了，我們沒有口罩啊，咁講講咧，呢個遊行咧就係十一點開始嘅，咁大家居民咧就由葵聯村咧行到去葵盛西村咧，再落到嚟呢一度，咁啊聯日樓同聯月樓嘅位置。咁但系咧，都有唔少嘅人咧，系仍然未離開噶。咁啱啱咧，就有幾架警車咧，就已經駛走咗噶啦。
去咧，其實咧現時喺記者身後咧就影唔到噶嘛，喺聯日樓即係比較近嗰間診所嘅位置咧，已經有啲人散咗，比較少人嘅依家。咁但係咧喺鏡頭影緊咧，就係喺兩邊嘅行人路咧，係仍然都有一啲市民咧喺度圍觀，亦都咧有啲中年人咧繼續喺度鬧啲警察嘅。咁現時咧喺呢條路上面咧就仲有三架衝鋒車。咁見到咧，警員咧其實係一直咧喺警車前面啦，部分嘅警員咧喺度商討緊。看到咧，其實喺依家鏡頭影緊啦，就係對面咧，其實有兩棟樓嘅，咁啊聯日樓啦，同埋聯月樓，咁喺上面咧都有啲街坊度圍觀嘅。看到咧，啱啱咧就係以指揮官啦，同埋其他嘅警員咧就準備上翻警車。咁啊，啱啱咧就商討咗一陣嘅，咁啊未知佢哋係咪要離開啊，抑或點樣？咁啊，但係依家見到佢哋上翻警車啦。有人咧喺上面掉咗一嚿沙膠落嚟。呢條街咧就冇警車啊！咁啊，如果警車走咗咧，未知人群會唔會散去？嗱，更正啦，嗰啲警車就暫時停咗嘅。咁啊，停咗去一個比較近診所嘅位置。看到咧，啱啱本身呢一個位置咧係最多人嘅，咁啊，但係人咧就散咗七七八八嘅呢個位。
咁警車咧就未離開，跟剩有三架警車未離開。咁啊，睇唔到嗰個位置嘅情況啊。跟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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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车咧系未驶走啊，暂时。咁啊，嚟到一个咧比较近诊所嘅位置。依家系啦。亦都咧有啲警员咧系坐私家车咧离开。左手邊咧，其實就係嗰間南葵涌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咁啊，見到咧嗰幾架衝鋒車咧，應該係駛走噶啦。咁啊，仍然有一架豬籠車咧，就係睇住診所嘅情況啦。瞓咗一齊看穿埋，喂，阿威過去未啊？你過唔過去啊？乜事啊？咁啊，講一講咧，其實遊行之前咧，其實已經係有警車咧喺診所外就戒備咁樣。咁啊，兩邊都有依家。咁人咧就再散咗啲啲噶啦。咁咧呢個直播咧大概去到呢度先噶啦。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啦！咁记者都会继续跟进住情况，多谢大家关注立场新闻，多谢，拜拜。